绞肉线条好吃，只要记住这首诗：花椒、八角和葱姜，开水浸泡味才香。放凉配料往出捞，料水分次往里浇，搅拌肉馅全吸收。生抽和盐往里丢，蚝油、香油、胡椒粉，打颗鸡蛋是标准。月亮方向搅拌匀，此时葱花也来寻。滚烫热油浇其身，再次搅拌香喷喷。这馅鲜美又多汁，无论包啥都好吃。